爸爸要和我比赛画男生女生，这是爸爸六秒画的男生女生。我画的男生女生用 OH 来画，非常简单哟，加上头发、身体、胳膊、裤子、腿、小脚和五官等，男生就完成了，是不是比爸爸的好看呢？女生的也是同样道理，用 O 和 H 来画出头和身体，画出女生的小辫子、衣领、手臂、裙子、腿、脚等，完成了。跟爸爸的比怎么样？上色以后再来一次对比，你看你更喜欢谁画的呢？评论区里说一说吧。接下来音乐走起。晚风吹动着竹林，月光拉长的身影，萤火虫一闪闪，满山飞舞的钱币，天上银河在发光，地上风铃